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ase 啊，我系麻布 ，Hello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嚟试玩一个新嘅手机游戏啊，《仙界毁灭计划》。好啦，开始之前咧，我头先有睇过噶，左上角咧佢未见到有个播放 CG 嘅，好型噶，我播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啊，好 Q 啊呢只嘢，哎呀，呢只入边都会有嘅角色嚟噶。呢只狗生到咁可爱。但咁激進，嗰只係楊戬嗰只哮天犬嚟嘅。哦，我有望過少少資料啊，叫飛龍啦，跟住唔知點解咧，哇，會變咗機械人嘅。哇，點解咁誇嘅？勁誇張喎！咩背景嚟㗎？呢個係咩時代背景？總之其實呢個短片咧，其實有少少睇到呢、這個即係故事入邊嘅人物設定係啦。哇，機械人但係打恐龍喎、啊！好浮誇，我覺得成件事。跟住做魔法陣，咒術師啦，應該係。哦，好型，好型嘅一個動畫。喂，不如我哋即刻入去玩下先。入到嚟又喺依度。入到嚟依度啦，咁啊，楊戬呢個好串嘴嘅楊戬樣。佢呢個已經係有少少非人類感覺噶啦，呢個已經係。啊，我覺得啲人設係幾得意嘅，咁啊，飛飛個劇情睇下先。怒氣滿啊！快啲點擊神將嘅頭施展呢個怒氣技能。哦，出奇嘅。我覺得啲角色好型喎，你睇下頭先嗰只唔知係咩名啊，因為啱啱入嚟玩啦。嗰只角色係拎住支炮彈咁樣樣嘅喎，要做兩招技能添喎。我楊戰嚟。下面踩住風火輪嗰啲嘅。哪吒咯。啊，係喎係喎。出嚟吧，劍齒猛虎。哇！欸呢、這個人出即刻出條龍出嚟喎！咦，我諗我哋遲啲應該咧都會有劍齒猛虎，好似神獸咁。跟住咪要同佢打。哇！佢係集合咗呢個風神啊，同埋呢個科幻集結埋一齊喎。哇！第一集就死啦。唔係，哇！太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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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坦機有少少羅莉風喎。啊！佢而家解釋俾你睇下呢條龍係咩咧？呢個叫蒼天應龍啊，係我嘅朋友。唔嫌棄嘅話，可以成為火狐。呢、這個唔係朋友咁簡單啊！呢、這個成個島嚟嘅喎，屋企嚟嘅。哦，就會去咗龍嘅背脊上面。係啦，咁啊，其實咧，頭先嗰個咧就係少少嘅呢個遊戲嘅故事背景咁樣樣啦。呢、這個故事背景好特別嘅，即係我而家個主食咧，我係喺個龍嘅背脊。咁佢有一個龍模式啦，我哋陣間再試一下啦。咁啊，成個遊戲嘅背景咧係好似好科幻又好風神又好好多嘢加埋一齊。好啦，過咗個新手任務啦。咁、其實咧，今次咧呢一、這個我而家玩呢個 account 咧，就官方俾我攞嚟試玩一下嘅一個 account 嚟嘅。所以你見到咧，我哋陣間上係可以咁樣抽嘢啊。咁同埋咧，我可以試一試呢只 game 入邊有啲咩唔同嘅系統俾大家睇下，同埋試玩一下嘅。咁啊，頭先有解釋過噶啦，即係我頭先特登咧玩一個新手嘅教學咧，俾大家睇下咧。見到咧，其實啊，睇翻佢嗰個故事背景啊，就係大概係咁樣樣啦。同埋咧，頭先咪話咧有個龍模式嘅，好正啊！龍模式咧就應該係呢一度啊。嗱，喺主城嗰度撳翻呢條龍模式就可以入到嚟呢度。可唔可以令佢飛去第二個咧？可以啊，呢、這個我有試過啊，頭先自由飛行。點樣自由飛行啊？見唔見到啊？哦，但唔係條龍咯，係我喺度飛啦。咁佢話咧就係話呢一個遊戲咧，佢喺呢個即係特別嘅地方，即係你當喺條龍上邊啦飛緊啦，咁喺仙界咁嘅地方咧，其實係一個遊戲玩法嚟噶。你見唔見到前邊其實有啲金幣啊？嚇！其實我係可以飛埋去噶。係咪即係要穿過去？穿過去之後就食嗰啲金幣啊？即係話係啦。咦，去緊啦，去緊啦，去緊啦喎！已經見到個風勢越嚟越近啊嘛。冇錯啦，同埋咧，佢喺隨機咧喺呢個天度飛緊嘅時候咧，佢係會有啲喺天上面嘅隨機任務咁樣嘅嘢㗎，係啊，可以飛過去執呢嚿嘢。咁我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？好笑啊呢個！係啊，我哋睇下會唔會咁得意系統，有機會可以撞到啲特別任務啊！特別任務啦，喺天上面嘅特別任務啊！點有個女仔喺下邊嘅？係咪可以同佢講嘢㗎？咧下邊依度有個女仔嘅喎，依度呢度有個人，女仔定男仔嚟？進入飛行又，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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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機唔通？哎呀，要19級先玩得啦，我唔夠 level。喂，唔緊要啦，都係，我都係出去玩下，識下 level 先。等我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去嗰個飛行模式嗰個遊戲度玩到俾大家睇下。
好啦，喺我未升到 level 之前咧，不如咧带大家去试下召唤先啦，系啊。嗰只烤天犬会跟住你噶。啊，呢一只啊，呢一只。系啊。廿二级嗰阵时会解锁，唔知系咩技能咧，又系。咁因为其实咧啲角色咧系几得意同几靓。诶，个个都系有啲似嗰啲萝莉风嗰啲啊。系啊，但系又有少少科幻咁样。系啊系啦系啦。嗱，呢个系头先嗰个阿杨戬啦，咁啊牛魔王啦。武器系劲啲咯，我觉得。啊，坦忌啊，雷震子啦。黄天化，黄天化，哇！呢个劲型喎，好靓喎呢只。跟住呢只唔识读，唔知咩符。小龙女，哇！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。跟住，哎，呢个头先拎枪嗰只嘢，呢中意猫嘅朋友，烧仙子系咪啊？好似啊，好得意喎。呢只就系头先我哋一开波嗰阵时个剧情打嗰只嘢啊。东皇太一，哇！孔雀明王。哇，几型！全部都有少少机械配置咯。系啊，小白龙，型跳圈。哇，做咩喂？咁嘅？呢啲可能度嘅点解？我觉得系有啲会跟翻佢个古仔咁样讲。有啲神化嘅古仔啊。系啊，太上老君都变到咁嘅。后天晓，哇，劲可爱。呢个劲可爱啊，呢个。嗱，哪吒就系头先见到嗰个啊，骑住个轮嗰个咧，呢度好易型。落啲落啲。喂，你喎？肥仔。你喎？你啊！你啊，我以為你講咩添？你啊，肥仔！喂，最犀利嘅，你睇下佢手臂，佢仲會拍肚腩嘅，你睇。你睇下佢手臂寫完咩先啊？佢係嗰啲戳印咧，過關咧，合格。係啊，嗰啲品質 OK 咁啊。寫住 case 個名 ，K 二 set 二二。共工啊，咩嚟噶？但係好型啊！嗱，啲角色咧，佢好多都好。我覺得呢隻遊戲啊，而家暫時啊，見到佢啲角色咧，隻隻都唔錯。加咗啲新嘅元素。我抽咗個小紅女啊！四星啊 ！S 级喎、啊，哇有杨戬添喎、啊！哇你突然杨戬炸咗好多，好劲喎！系咯，再照下。好劲喎，系我觉得。哇！喂你头先个系应该系劲喎。系咯，头先中两只添，哇呢、這个第一张就中。唔系你第一个系碎片嚟。阎王大魔，哇呢、這个阎魔大王喎、啊，调转咗，又系 S 个资质。哇！我覺得你成隊都要換曬，俾我試下撳下，俾我試下撳下。睇睇睇睇睇，睇下睇下啲手氣會唔會？喂啊！我呢只正喎，呢只佢冇近戰坦克喎。佢嗰個究竟叫頭毛定係胸毛咧？唔知啊！呢個大招放完之後，短時間進入呢個防禦狀態。防禦狀態。OK。睇下仲有啲咩？睇下仲有啲咩？繼續召喚先。死啦死啦死啦！出個好嘅，出個好嘅，出個好嘅 S 級。都系四星噶，几靓仔喎！我都唔中意呢只嘢啊， okay. 我想要可爱啲啊！抽多下，抽多下，睇下。嗱，我哋睇下我阵间我哋今次玩嘅配对用边只啊？佢都出几多四星嚟啊？哇！啊！我三星呢只。要呢个腩肉啊！我哋好中意呢只嘢喎，睇。我唔中意。我想睇下佢哋啲技啊，其实。我哋出去望下呢一队系咩样先。试下啲技啊，我哋。哇！净系个身形都赢人哋一截啊！你睇下。会唔会太劲啊？我成日都想叫做公公，公公，公公。咁啊，打翻第一个关卡，可以啊，得啦，前面嗰个肥仔冇头嗰个肥仔。咦？呢个剧情咪我哋头先睇过一次嗰个剧情。波士登场啦！哇，呢个得意喎。摇机，不如你加我嗰队啦。冇头啊！一开始嗰个人吓都吓死佢。哇哇！吓死咗佢。系咯，好劲，我觉得自己。哇！呢一关系打豬雀喎，打四圣兽喎，你做咩啊？咩咩啊？圣兽我得喎，啊 ，OK， 原来打得会有圣兽啊！攞豬雀翻嚟，咦？睇下先，可以放只圣兽入队喎，应该有几只噶？咁啊，圣兽系啦，玄武啦，白虎同埋，哇，好似好靓咁喎，只只都。我每隻都有不同的技能，披甲戰獸的感覺好似。咁啊，我可以出戰聖獸啊！咁啊，有隻聖獸陪我出去噶啦，咁啊嘛。哦，似嗰啲咦，佢隔唔隔落配對嘅？喺後邊咯，喺後邊咯。哦，佢跟埋我一起出去噶。咁會唔會？咁會唔會太狼死啊？你帶咁大隻出去打小怪？超正！佢每一關都會放翻大嘅，你睇打完怪之後，佢會縮翻細，好得意啊！黐線喎你！哦，嗱、哦，我喺度升紧 level 嘅时候，哇，好型喎，长颈系咯，哇，佢带住第二个长颈，我呢个系水神系嘛？系啊系啊，应该系。
好型喎，佢咁樣入場咁樣。裝備強化解鎖 ，OK。啱啱開咗個新功能啊，由仙鬥會啊，仙界精戰。呢、這個仙鬥會咧，其實咧即係類似係排行榜咯，即係 PVP 啦，呢個就係、是。哦，即係對戰。係啊，咁我哋可以入去試下打。我試下用我呢隊先。睇下自己嗰隊嘅實力夠唔夠。我而家呢隊應該好勁啊！就去打。又唔記得咗用鳳凰啊！唔緊要，應該夠打噶都。對方都 OK 喎，我覺得。OK 啊。頭先嘅你死咗啦佢。太勁啦！呢隊實在。系啊，咁啊呢一个咧就秒咗人哋喎，你阿妈系啊，差距实在太远，我升爆晒，好努力喺度升头先喺度。咦，咁即系其实你可以一路追上去啦，已经。我应该可以啊，睇下先。我而家嘅战斗力咧，下面呢度睇到咧，我战斗力系59,800+，冇错冇错。咁而家咧，哇呢、這个点解高人哋好多、啊？点解边个排18,000名嗰个有70,000+，排14,000名嗰个得30,000+？系咪佢未挑战啊？试下打18,000名嗰个。可能佢冇翻嚟挑战。唔知咧，哎呀，哦，唔可以用神兽嘅，好彩之后头先冇影啊，我试下睇可唔可以打到佢先。哇，人哋嗰个一秒啊，你劲咁，哇嗱嗱，今次有啲势均力敌啦，好似唔系有啲，好似唔系好够力添。剪坦几，哇、哦，着嗰、那个27技，着到野人，嗰个究竟系咩咧？对方边只啊？唔知系咩角色喎，我未系好认得啲角色喎，而家。哇！控场恶魔王，出支大炮，嗰支大炮会唔会太劲啊？出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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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晒啲技佢，冇晒啲技，杀咗佢只坦克。哎，好得意啊！俾人变咗只兔仔，咁搞笑啊嘛！我有啲难，有啲难啊！哦，真系唔系好够，即系其实大家可以睇住个战斗力嚟同人哋去打嘅。系啊，咁啊，我应该咧打翻个一打翻我排名前啲嗰个又反而够打喎，应该又应该秒咗人哋啦。系应该就可以秒到人哋喎，呢、這个反而好鬼衰啊！咁样拣啱啱系后边嗰个人劲得。杀啲同伴。O K。睇住啊！睇住啊！睇住啊！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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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只后边啊，阿边个嗰个叫咩名啊？咩啊？嗰只呢只叫咩名？呢只叫呢只叫做公共啊。阿公共啊，我哋公共啊，出支炮埋佢。出啲炮埋去啊！佢已經你睇下冇曬血啦！哇！你睇下嗰只刑天轉個圈都死曬啊！咁啊，呢一個就係個排名啦。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嗰個排行榜噶、嗯。哇！歷史最高，哇！你歷史最高，哇！升咗好多啊！你睇下。咁其實出翻嚟呢度咧，其實我見到係有一個排行榜，可以睇翻呢個仙鬥會咧每一日嘅呢個排行榜。你睇下第一名嗰個先，哇！咩人嚟噶？佢啊，黃天化、孫悟空。修罗王、洛神、嫦娥，冇喎，你得只啫，可能黄天化都几好用嘅。系啊，咁啊，呢啲就其实睇下排行榜有好处嘅，睇排行榜咧，睇人哋组队，系睇人哋点样组队，跟住睇下自己点样组队。嗱，我头先话要升到19 level，而家13啊，俾多少时间我大家？迷雾之岛出现啦，我哋要探秘啦，睇下咩嚟嘅先。迷雾之岛啊，可以获得大量嘅进阶嘅素材啊！哦，打素材嘅，喂、哦，变飞机打噶系咪啊？唔系啊，真系真系变飞机打啊！呢艘飞船有三个技能，挨集对伤嚟释放技能。OK， 呢个单体攻击，呢一个系持续攻击敌方全体，但每秒消耗一个怒气，呢个就系治疗。哦。死猪仔，死佢！你唔应该用全体咩、啊？我冇怒气啊，因为我下面储紧怒气。全体，得啦得啦，哇 ！OP OP OP， 又继续全体咯。佢全部都系猪咁，我好难用单体噶。仲要咁多只咯？跟住呢个又用单体啦。喂，回个血先。呢只牛奶猪嚟嘅，呢只。跟住再攻击。喂，回啊回，快啲啊！喂。过嚟，再嚟，冇事，冇事，喂，搞掂。呢个系，呢个好得意喎，呢个系咩啊？呢个迷雾之岛啊。射击 game 好正啊。OK， 迷雾之岛就应该系
啊，每次主线胜利后有一定的机率是触发这个迷雾之岛 可以获得一些探索石满的时候就可以入去这个岛里面，即是玩刚才那个游戏这样的了。这个就是刚刚打到来打完第二章之后呢，它有个组队事件，这个好像是可以组埋其他人入来一起去打的。连机打先弄翻啲队先。是可以找埋其他一起去组队打嗰啲地图 boss 咁样嘅嘢。打大怪。呢个 boss 血真係多啊，难怪要组队打。佢就啲话话俾你听。我组咗个唔识读佢嘅名嘅人啊。日本人嚟喎。但讲中文不难打。童年的阴影原来他蒙羞地躲匿埋咗喎，佢而家喂吸收伤害咪真系会回血啦？唔系，有个盾啫，有个盾啫。咁啊，组队副本其实咧呢个就系组队副本啦。咁啊，组队副本咧可以即系组多个朋友或者一齐入去去攻略嗰只 boss 咁样嘅。哇，三号劲快喎，你哋打得好快啫嘛！你睇下我全部出埋技，拉屎一行血啦已经。哇！黐線，睇嚟呢只 boss 暫時係叫弱雞啲嘅。我仲要回血添喎，嗰度有人。OK， 咁就打贏咗啦。等下先，咁我應該啱啱好做埋呢個任務，飛行遊戲解鎖啊！終於解鎖啦，19級啊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可以入翻去頭先嗰度啊。龍模式。係啊，龍模式可以入去試下玩嗰個飛行遊戲啊！我哋最後。咦，佢而家先教我玩，原来我头先太早飞入嚟。真真，Kenga 喺度喎。Kenga 都要做嗱，而家嚟啦，嚟到呢个三座面前啦，点击开始游戏啊！咁我哋可以试玩呢个游戏啊 ，Kenga 玩嘛？哦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嗱，呢个游戏点咧？就系射气球啊！喂喂，中唔中？呢个同头先嗰个射嗰个猪仔唔系唔同唔同。哇，好似好难瞄咁嘅。我要计埋风向嘅喎，你应该有风向嘅咩？咁高级嘅咩？我但我见你好飘啊嘛，唔关事，本身就好飘，射气球中得唔得？你用佢啊！我得要五个咋？你要五个咋？喂喂，争少少，争一个，争一个。喂，其实系咪可以系咁射？喂，俾力水啊！佢咪无限大？喂喂，有冇成功？呢个系咩？爱玩的三座，可以攞到宠物。佢有个咧，系啦，头先我升咗咁耐 level 就系玩呢一个小游戏。咁啊，呢个小游戏咧完成咗之后咧，佢就会有唔同嘅奖励俾你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介绍咗呢一个游戏啊，《仙界毁灭计划》啊。咁啊，今次呢个游戏几得意喎，啲公仔咧，唔知点解啊，永远咧啲将啲古代嘅嘢加啲机械咧。就好似好型咁樣啦，再加上咧，其實我見到佢咧，啊頭先試玩咗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嘅遊戲咁樣啦，咁啊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可以試一下嘅，啊同埋呢一邊啊我放埋條 link 出嚟啊，係啊，咁啊有呢個虛寶可以送翻俾即係有玩嘅朋友，咁啊可以入翻嗰個寶物嘅序號咧，就可以攞到呢個二階進階石20粒啦，金幣10,000啦，鴨腿5個啦，啊金幣好緊要，我頭先一路玩嘅時候，我發覺咧要用錢升好多嘢都係，係啊咁啊。12月31日之前可以用，所有伺服器都用得嘅，系啊，咁啊，如果中意嘅话，自己 download 嚟试下玩啦，同埋攞埋我最好啊，如果有玩嘅话就记得。好，今次介绍嚟到咁多先，下次翻嚟我哋再继续睇下玩啲乜嘢啦，拜拜。拜拜。